哦，那么简单的。哇哇，哇，这演唱会必唱嘛，必唱必唱，演唱会必唱。对啊，演唱都会唱啊，充满了啦啦，送分了啦。喇嘛有吗？先不要，先不要啊，先放下，先盖起来，先盖，先盖。一二三。这有人会答错吗？哎，你是不是答错了？哦，完蛋了！哇，章鱼，章鱼竟然答错啊！天哪，不是吧？拿好，来翻正面，我们来抓，好，我们来抓。你是假上班真练财。哇，你跟新人那么久还是？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这差太多了吧？这应该是下一首歌。我知道了，章鱼当你的助理是为了接近林香。对，你踩着宪哥去找林香。他完成了，大家一起上啦 ，One。Two, three, four. 有一天你会红，发票都是为这条。嘿嘿，嘿嘿，啊，一定会出头天，有朋友鼓励较笑。嘿，啊，有一天你会红，虽然拢是大明星。嘿嘿，啊，一定会出头天，赚金变赚好事。实在是太令我失望了，而且全部人都答对，你连这一题都不知道的话，我建议你先离席，真的。我知道，只有突然想不起来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间奏题。间奏。天哪！这个如果再写错，这个再不会怎么可能？真的，立刻帮你叫车了。对，一定的，这个没人会错啦。1, 2, 1, 2, 3, go！ 哎，简单，来，张我，来，我们要特别看一下章鱼的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小姐现神铁粉题，请问宪哥的哪一首歌跟茄子蛋的《浪子回头》是对位歌？如果你是现神人铁粉，他很常在节目上唱这样子的歌曲。你只要有看节目，基本上会有印象。不可能嘛？宪哥常常在节目上唱，或是现场活动，他也很对啊。我就当那个一日店长，几乎常唱，对不对？对。三二。这一题很关键哦，关键啊，这关键量大，关键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样的夜晚，适合在电话里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，系着两端的猜测，是这样。
处回头。哎呦，耶！啊，好怀念哦，真的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个是1987年的歌哎。我国中的时候超喜欢这首歌，对，所以你看一个人要走红了，他就连那个数字都有这种启发。1987，一定红的。对呀，然后他唱一唱唱了几十年，因为唱这个连续八个礼拜在这个新马的排行榜里面了，冠军。是这首歌奠定新马王子，然后打掉了那个张洪亮那个我妹妹妹妹你的月经。眼睛对，算蛮送分的，蛮送分了。你用台语念出来，基本上那个旋律就出来了。滴嘞人，滴嘞蛋里，伊敢有亲像我，也哩爱你，无奈秋风也哩冷，春春吹了阴晴，是不是会烧了？直接副歌啊，愿相信我的真心，最后我来一场绝情。拉拉，愿相信你的爱情，呀哩呀哩，啊，愿相信我的真心，最后我来一场绝情。感动披出的爱的心。到这个歌的歌名啊，它变成是新闻节目里面最常使用的，主播很爱讲这一句。1994年一直在打歌，那也是因为这张专辑唱片呢，拿到金曲奖、金曲奖第六届最佳方言男歌手演唱人奖。哦，来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终于见人在现场哦！阿伯袂叹，这歌其实副歌就知道了，这个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钱百转，好欢乐，真的。我们演唱会都可以唱这一首，对啊，可以啊，这个很热闹的歌，现场很嗨，而且大家会一起唱的。哎，我唱到喉咙都快有一点哑，对，很嗨嘛，就当作到钱柜，对，好不好？你要再点那个彭大海。